好玩的话呢，可以跟我一起挑战哦。但是千万不要吐槽我的动作，因为他们其实还蛮难的。好吧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等会儿。看似很容易，但是其实跳起来很难，而且很累，尤其在这个炎热的北京的盛夏里面跳这些动作，好热啊！所以呢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一起来挑战哦。那么这就是来自昆明月的挑战。